咦，这个手感好奇怪啊。隔壁肛肠科连夜报复之。冰镇杀虫。咦，这个手感好奇怪啊。我是九仙，一个是八仙美食博主，生腌系列做了2期，是时候为广西代表出战了。北海冰镇杀虫，北海海鲜的天花板，又叫方格星虫，因为身上有一个个小方格，灯光下像钻石般璀璨，营养价值就是海边的海人生呀。但对生长环境要求很高，一旦污染它就勾带，所以不是哪里都有的。因为它是吃沙子为生，处理方式也很奇特，要准备一个签子，去掉肠内沙粒，整条虫都可以吃的。它有丰富的谷氨酸，晒干以后就可以成为天然的味精，煲汤的时候丢两根进去，香到家。无论炒炖炸，道道都是美味，但是刺身才是它最爽脆的做法。看到这根透明的了吗？线吗？就是它的沙线。我们把它这样去掉。处理完内脏以后，用冰镇过的矿泉水冲洗干净，加入灵魂的冰块，这个就是它爽脆的秘密。虽然现在还是像一个肉虫子，但是万物靠摆盘。为什么它感觉更香了？但是它绝对是一个正经的海鲜。熟悉我的粉丝呢，在我以往的视频里面应该有看到我用它做了非常多的美食。那我们试吃吧，刺身还是第一次呢。上头，哦，好辣！哇，芥末好猛啊！它口感的话就是非常的脆，然后冰冰凉凉的，然后又很鲜甜，就是那种没有放糖，这种海鲜自然的那种甜味，大海的味道。就是那种，好辣好辣，就那种嘎吱嘎吱，你们听到那种声音吗？非常不错，欢迎大家来到北海可以尝试一下哟。我先吃了。